宜兰县孝亲尊师联盟将于今年5月12日母亲节当天上午8点，在圆山乡圆山公园盛大举办2024嘎北部 C 卡活动。圆山乡长张一化欢迎国内外民众带着爸爸妈妈参加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今年孝亲尊师联盟连续举办17年哈，今年选择在圆山，圆山是个好山好水好的地方。也有好的温泉哈，也感谢我们朱如文理事长哈，今年安排到圆山乡，圆山乡哈，就是今年也是我们五月花开温暖的季节哈，就是要饮水思源，恩重如山哈，爱就是简单，甲阿爸阿母西卡就在圆山，欢迎大家来阮圆山。迈入第17年的嘎北部 C 卡运动，今年邀请圆山乡公所及圆山乡民代表会共襄盛举。乡长张宜化与新科议员黄文如为妈妈洗脚的镜头作为本次的宣传封面，并由黄文如议员和母亲及女儿担任今年的代言人。在这里也要感谢朱理事长，17年来在宜兰县各乡镇来举办这样的活动。那这一次的活动选择来圆山乡真的是很有意义，所以朱理事长在2个月前邀请我参加这个代言，我马上就答应了。因为简单爱，其实母亲节五月感恩月就是一个爱的季节，不只是母亲节，其实每一天我们对父母的一个爱就是一个饮水思源的一个爱的感觉。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百善孝为先，那在我们的圣经里也有说，我们要孝顺父母，神会使你在世长寿。所以参加这样的代言，我非常的高兴。在这里我也要呼吁各位乡亲好朋友，在5月12号早上8点到11点，欢迎踊跃的来参加圆山公园简单爱为父母洗脚的活动。因为你跟北部洗脚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北部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奉献的。2024改北部 C 卡运动主题为孝顺父母简单之约，期望更多适婚青年能承先启后，绵延孝亲精神。再次的呼吁，而且我们曾经做过全球的连线，不间断的取了我们太平洋龟山岛的龟首底下的海底牛奶温泉，今年要取的是日治时代的圆山温泉，每一个这个泉水都非常的有意义。按2024年呢，甲北部 C 卡的代言人哦，正式的代言人是黄妈妈，咱大家来甲黄妈妈拍拍下掌哦，非常感谢哦，咱黄妈妈愿意站出来代言甲北部 C 卡，咱今日这记者会都是为了今年2024年5月12日，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圆山公园。迄天要伫遮举办，甲北部西卡是由咱宜兰县发起的。迄当时发起这个西卡，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有效的人间哦，咱宜兰县先行。所以讲吼，这17年来吼，咱伫12宜兰县哦，12乡镇，拢轮回巡回伫甲北部推动甲北部西卡。我会记得10年前哦，那赶快去这个所在，去甲北部西卡。你当时那哦，那足济人参加，迄个宜山乡来参加，最少哦有300队，一队来参加哦，平均4个，有1000几个，迄个宜山人1000几个来参加，各县市来哦，几千个伫遮，伫遮排到弯弯吼，伫遮甲北部西卡，先啊，等下出来甲北部西卡，这是咱今年提出的靠简爱之的。上简单，上简单，甲白虎洗一个脚，安尼尔。但是甲白虎一个洗一个脚，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非常的适用。爸仔囝、母仔囝，会当心连心，迄刻上心连心。当下你望到阿母啊、阿爸、阿公的迄个脚的尿径的厚皮、粗皮。你知影讲，迄个在咱爸母怀胎18个月，跟咱亲像20、30、20、30年，这简单的爱，咱大家一定要站出来哦，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示范，大家拢鼓励来甲爸母洗脚。甲爸母洗脚是幼孝是大人的开始，请各位多多响应，请各位吼线上，咱宜兰县乡亲、台湾乡亲，甚至国外乡亲，那非常欢迎来参加。首先站在妈妈面前，向妈妈行恭，谢谢，并且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我爱你。很好，那你现在要走到妈妈的背后，向妈妈捶捶背。在原生公园舞台上，黄文如议员与妈妈用原生乡当地的温泉水示范洗脚动作，场面相当温馨。第一个步骤就是香卡扑入水，阿爸阿母你上水，和你笑甲笑回泪。来，两个人看一下，对眼看一下，哎，掌声鼓励一下，动作很好哦，都抢先做来。第二步，香卡进烧烧，感谢爸母的疼惜，教阮六岁甲六幼。第三步，正卡来正卡倒位，好，正卡洗清气，歹事走甲里里里，大事健康好油气，倒卡洗清气，福事好事来袂离，卡惊手惊假霸离，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希望呢，爸爸妈妈，人家说脚底按摩，用意也是在这里哦，能够做好脚底按摩，爸爸妈妈都会很健康，真的。在水的故乡举办2024嘎北部 C 卡运动，乡亲们可在为爸爸妈妈洗脚后，前往好山好水的原山乡游山玩水，享受天伦之乐。简单之约，嘎北部 C 卡在原山。